最招男友的五种行为。第一种，总是嫌弃你的外表。最近是不是又变胖了？你是不是变胖了？太胖了，小胖猪。什么小胖猪？我才不是。他一天到晚都在嫌弃我胖。哦，算算算算，赶快看第二个。最糟男友的第二种行为，时不时就失联。 Baby 你在干嘛？ Baby 我好无聊。 Baby 我好像生病了。 啾啾。 我没有勇气看下去了。最糟男友的第三种行为，不介绍朋友。第四种行为，不愿意跟家人碰面。你晚上干嘛？要不要一起吃饭？今天晚上不行，跟朋友约吃饭。怎么了？你啊，都已经这么胖了，不要一直想着吃，多运动，知不知道？是。我不管，你今天晚上带我去，我也要跟。我都没有见过你朋友啊。今天真的不行了，下次一定带你去。每次都说下次，没有一次带我去过。周六我妈生日，她叫我带男朋友一起来吃饭。周六啊，我看一下哦。哦，这周六排班了啦，不然我再补送礼物给你妈。天哪，五下已经中四项了。最糟男友的第五种行为，对任何事从不主动。我喜欢你，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嘛？最糟男友的五种行为，他五种全中哎，我该怎么办？天哪，他是不是有超能力啊？怎么会在这时候打来啊？喂，怎么啦？我在你家外面了。你怎么突然来了？不是传讯息跟我说你今天生病在家吗？可是你又没有看讯息，没有回讯息。40度，骗了！怎么办？会不会烧坏了？找来我看。你很幼稚哎，白痴。好了，不闹了，赶快换衣服吧，带你看医生。那你背我。先不要。背我。不要。背我。对了，周六你妈妈庆生的地点在哪里啊？好像在我家附近的海鲜餐厅吧？怎么？没有啊，我跟我同事调班了。真的吗？我妈就很开心的。你那天跟朋友聚餐好玩吗？可以啊，干嘛？为什么你都不带我去跟你朋友见面啊？跟你说了，那天是例外，因为里面有一个你认识的人。不是那天聚餐的照片吗？这是。对，你前男友。现在你还想去吗？不用了。笨蛋。这还要很久，肚子饿吗？不然我先去买吃的。我不吃，我要减肥，不要嫌我胖。也是啦，胖一点比较好，捏起来比较可爱。你又捏我，都被你捏肿了。
又来，你这次要干嘛？以后不要在网络上看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你怎么会知道？对你好不好？你自己不知道吗？你可以不要这样吗？你这样我压力很大哎。我怎样？你干嘛一直催我？我哪有催你啊？你有，你就是一直用行动催我啊！你再催我的话，我中文画不好，我中文画不好的话，我心情就不好，我心情如果我……继续画哈，继续画，继续画来。不是啊，你腮红吗？这是口红。那我们先画口红吗？一大早在吵什么啊？哎呦，一大清早这么甜蜜啊！许少宇，什么怎么了？应该是我这个室友问你怎么了吧？一大早都这么吵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太大声了，我先跟你。教练怎么了？好了好了，算了算了算了。等一下，你们是不是吵架了、啊？哎，来跟我说发生什么事了嘛？来说说发生什么事吧。也没有啦，就一开始就叫他起床嘛。小忍住，起床了。然后嘞？然后就化妆啊。嗯哼。最后就生气了。就这样？才不是这样，他根本没说到重点。他今天是有叫我起床，但是故事是从这里开始的。起来了，现在几点？10点。十点？我不是叫你说你叫我吗？都11点呢，怎么来得及啦？我只是想让你多睡一下。可是你10点才叫他，这很值得生气啊！对啊，我怎么来得及准备？那你以后自己设闹钟。还有呢？吵架的原因？哦，有，然后啊，我在准备的时候，他就一直催我。我没有，你有，我没有，你有，我就没有没有，我就没有没你有，我就没有啊。好了、就是、好了，伟青，你说。然后啊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们10月11点哦，所以最晚10点40要出门。哦，10点40哦。根本把鼻子涂那么黑，你好不容易画好了，你干嘛又把它用不见？福福，你看他烦不烦啊？我觉得你们有空也看一下 FJ234，这里面有一些感情解惑的单元啦吼。这个频道好像不适合。怎么会不适合？感情里面没有性别，只有对象。哎，我还没有讲完。你不要坐在那边好不好？我压力很大哎。你可以不要这样吗？你这样我压力很大哎。我怎样？你干嘛一直催我？我哪有催你啊？你有，你就是一直用行动催我啊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所以才不是他说什么，他叫我起床，然后我化妆就生气了。你化妆的时候我就没事做啊。滑手机玩干嘛？你可以快点滑手机啊！干嘛一定要坐在旁边？可是他化妆的时候真的很奇怪啊！好不容易把那个颜色涂上去，然后又一直刷刷刷刷刷，把它刷到看不见。这你就不懂了，人家是修容，不把它推开是要当小丑呢。啊，我是不懂，所以我才问嘛。然后你没有骂我。你问的时间点不对，下次我们再找时间慢慢聊。不过你们不是约11点吗？现在已经11点了耶。你看了，都是你。有我，回来就跟你算账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看到他们两个累死我了，老娘要回去睡回笼觉喽。哎，等一下，先听我讲一件事。
所以到底为什么你要把鼻影推开？我跟你讲哦，大家都说这间超好吃的，评价超高的。没有，我试过了，真的还好。我带你去吃。啊！可是我们都来了，你试试看嘛，走。说起来了，人家今天休息啦，没看到店休啊，烦哎！哎，这家真的很雷啊，我踩过了，哦，带你吃别的，走。就是要走了。许少宇，算你们运气好，要不是我刚好有事来店里，不然你们都进不来。我请你们喝饮料跟蛋糕，谢谢。我刚超失望的。不会啦，但是店里面有什么你们就吃什么，毕竟还没有开店，东西没有那么齐全哦。都好都好，谢谢你。Baby， 嗯，他是谁啊？怎么认识的？我们从小就认识了。是吗？嗯，餐点来咯。这是你第一次来我店里吧？那幅画你还记得吗？是你上次捡起来买过的。还有这个盘子啊，我本来是想要粉红色啦，但是你说黄色的会看起来比较温馨，你很坚持。去一下洗手间。徐少宇，徐少宇，振作一点，振作一点，你很快就可以离开这里了。说了，我们分手吧。分手。Baby， 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一天呢。啊！许少宇。哎。你今天没讲什么话、啊？所以你们的关系到底是？我们。该不会是？该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？不是，就是你想的那样。你不要闹了。我没有闹啊，你充电线昨天放我房间，今天要记得拿哦。你们慢慢聊，我要走了。干嘛啦？你这脚踏两条船的男人。我没有。你的充电线都在他房间，你还说你没有？只是昨天刚好在帮他修电脑。你还说？啊？嗯，正式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妹。嗨。嗨。那不早点跟我讲。因为她很烦啊，不想承认不行。我知道为什么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了很多蠢事，是吗？比如说，那你们下次再来店里，我再泡好喝咖啡给你们喝。拜拜，拜拜。哎，我觉得你妹人蛮好的，我应该可以跟她当好朋友。你不要遇到什么人，都想跟她当朋友，好不好？你妹刚好跟我聊到说，小时候你看鬼片尿裤子哦。你懂。
干嘛啦？如果你见我家人都这么镇定，那你之后可以见我父母了。对哦，我第一次见你家人就跟你吵架。哎，等我啦！